2月31号，还有这个聚会，所以我们这个个人的分享，今天什么样的蒙恩的，或者会在下个主日，我们在聚会中啊，我们一同去讲讲有什么分享，明白？先叫这几个负担交通一下。刚刚我们看到很多亲子的弟兄姊妹，就是一般亲子的，就是我们回想的出埃及记啊，就是这些被法老奴役的这些劳工啊，因为如果没有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他们就在世界里就在为法老王造砖啊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我们要向摩西啊，向神呼吁啊，向法老提出一个郑重的警告啊，要让我的百姓去，要侍奉耶和华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多为亲子的祷告，不要让他们黄金的岁月只为着工作而已啊，需要爱主。因为啊，脑筋最好的时候啊，这个黄金的时期啊，要好好的爱主，在教会生活里面啊，能够跟弟兄姊妹都有相调，那就引到第二个负担，在教会生活里面要相调，怎么能相调呢？弟兄姊妹，刚刚看到很多的小孩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孩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，主日生活只是我们整个教会生活占20%最多。80%都是在教会生活里，所以刚刚我们在分享，看很多弟兄姊妹他是好几个小孩都参加了，所以呢，教会生活就是他的生活，他可能从1到5啊，甚至主日天天都有教会生活，都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感谢主啊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小孩，我们刚刚看到了，从这个各个年龄层都有，找到合适的。有一些交通，感谢主，这个小孩对所有弟兄姊妹都是开放的，甚至对着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朋友也是开放的，都可以借着小孩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生活里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也很重要，感谢主，教会呢要蛮有活力，就需要有更多新的果汁加进来。如果我们聚了10年，左看右看，怎么都还是一样的人哦，然后每年都在办安息聚会。就是人都走了，但是受浸的人很少，这个就是没有盼望，对不对？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年呢已经旧事已过，我们呢明年就是一个新的起头，我们所盼望得救代祷的对象，持续的祷告，将会有福音行政的时候，我们继续的邀约，盼望我们都跟主许一个愿，以前几年不管，明年赐给我一个果子，一个长存的果子啊！感谢主啊！我们好好的祷告，主必带领，主必带领我们往前。好，感谢主啊！最后我们就给我们祷告。好，感谢主，们。感谢你，主的幕后的荣耀大过天使的荣耀，是吧？感谢2023年带领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享受你的丰富，是吧？我们在2024年要继续向你奉献，是吧？献祭向你呼吁，你得着我们，是吧？在教会生活里，借着生命读经的进入，被真理构成，是吧？借着小孩生活，我们满了彼此互相。主啊，在生活里面一同建造，主啊，也赐给我们，主啊，一个果子，一个长存的果子。我们教会里面造什么满了新鲜活泼，满了从你来新鲜的供应，主啊，今天的饮食，主啊，在爱宴里也求你加上圣别，主啊，使我们在喜乐的灵里，主啊，一同来享受。感谢主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爱宴很丰富啊，就开始预备。是不是我先让连长跟姊妹赶快先去，连长跟姊妹优先，然后接着的跟姊妹就开始，对吧？那补波饼的跟姊妹我们在钢琴旁边，那等一下12点，就半个小时之后12:40，那儿童家长跟福利馆，我们可以在大概半个小时。
九点四十，我们就在都办班了，都在班组织。那还有可以报名国际华语特会的，或者呢，你可以把家打开期待的，如果你能够跟我们有相通，谢谢主持人们。